潘婷，政党轮替，我进国会彻查前瞻弊案，彻查光电弊案，所有跟民进党还有台电相关的这些绿能公司，通通都应该解约，告诉大家到底是谁贪了台湾人民的纳税钱，这才是真正的治标治本的方法，把这些贪赃枉法的人通通都抓起来。